哦，其实这样好像蛮可爱的。这个是薄荷的。在马路上绑鞋带，我鞋带总要断掉，什么意思？我们是怪人。I don't know what I would do if I heard With music that's way too loud I would probably act all cool and nice Try to be seen by your eyes Secretly hoping you notice me Wishing you know it's somebody So if you're not taken Can we take some time So we can talk until the birds wake up Filling up each other's empty cups 我来开给你们看这就是晚上看肯德基的代价，大概是长这样，一份超大的。看这个，可是他点的话可以点两个口味。哦，五虎的就是真的还蛮小的，大概长这样，两个口味。这个是 garlic 什么东西，大概是。Would it feel like the good old days before we fell out of love and we parted ways? We got too used to fighting, all we did was surviving. Maybe we can love it what we used to say and our lies are love, the games that we play. Spend way too many nights, wiping tears from our tired eyes. So if you're not taken, can we take some time? So we can talk until the birds wake up.Fill up each other's empty cups Share stories from our lives From when we said goodbye 紧张真的好紧张哎呦没成功啦如果这一次再失败我就再也不做糖心蛋我是拯救鸡蛋大作战一下哎呦蛋壳跑进去了哎、欸，还是我，哎、欸、我怎样？我这样，哎呦哎呦哎哎呦哎哎呦我呀！ Look like you were more than friends, and he loved you better than me. 这就是潮汐岛，涨潮的时候路就会不见。来到超级热的七月，现在欧洲就是热浪来袭，很多地方其实已经异常高温，包括法国可能就是大概30度，快40度，汉堡就是顶多到26，但已经是相当于就是台北的热的，真的很热。房间呢、啊，就是又是太阳直射很多的，就超级热。所以呢，就是不要再呛说为什么就是这里22度根本就没有那么热，我跟你们讲超热，真的超热。真心觉得爱丁堡最不热的地方就是超市。My bed, I'll save up all my energy instead. You take up all the energy I have inside. And I can't find a way to just ignore it. And I can't really take it anymore. Cause I
can't stop you from running. 嗨，大家早安，现在是7月18号，星期一。今天是传说中就是热浪来袭在苏格兰最热的两天，今天跟明天最高可以达到31度，今天最高的温是29度。今天呢也是一个还蛮不错精彩的一天，本班起床上了两堂学测作文的课。等一下11点半的时候呢，今天要跟我的 supervisor 就是进行最后一次的 meeting。 这个 meeting 我自己还蛮紧张的，因为这已经是我写了第3次的12000。对，我就是前面的 meeting 就是老师会说，哦，你这个要重写要重写，然后讲到之后就全部重写。这个 meeting 的话就是我很怕我又要重写，我的老师要去放假了，所以他把我所有的时间往前。今天的 meeting 结束之后会想要跟你们回顾一下到目前为止我的 supervisor 跟我 meeting 的情况，然后还有我自己个人心境的转变。这样窗户风根本进不来。Deciding whether I should just confess or hide it. Tell myself it's for the best, but either way I go, I know you're never gonna feel. 我在回留言的时候看到，就是有人问说，英国的硕士就是最后论文的会议啊，是不是有次数的限制？其他学校我不知道，但是爱大的话是5小时的时限。那我的老师的话就是一次1小时，然后有5次这样子。那他这5次他会规定你要达到的目标，然后在开会之前要给他你的 draft 这样子。那我今天的算是第6场，因为我写的内容是现在完全没有人做过研究的，然后所以我没有任何的一篇文献是真的完全可以符合我讲的内容，所以我的老师就很怕说我会写错，然后或者是他需要调整什么的，开了第6个。然后这个的话就是让我去教我所有的全部的就是 final draft。 那这个 final draft 他就是希望说你可以越靠近你交出去的那个 version 越好。对，所以我比较特别，我觉得我是有6次，但是我其余的应该都是5次，就是5小时这样。那相对的也有就是超过5小时的老师，就是他愿意一直协助你，然后你可以问他任何问题，然后没有任何次数的限制这样。他好像融了，看就是天气这么热，他才一下就融了。我跟你说，它有玫瑰味，然后同时也有那个水蜜桃味，好像在讲废话。但是我跟你们说，它那玫瑰味还蛮重的，然后水蜜桃味也还不错。哎，其实是一个很清爽的口味，我喜欢。第一次开会的时候在3月，距离我的 final 大概也只有2-3个礼拜就要交了。第二次呢，就是5月5号了。我记得我是在爱丁堡，可是我记得我那一次啊，就被老师说，你是不是还在玩啊？这样，然后就有点吓到，因为我的确还在玩。我才3次的话是5月31号开始考证照的时候，然后考证照的时候，其实我不敢跟老师说我要去考证照，也自己同时也是很怕说，就是我可能2费没有办法顾，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我不跟他说的话，但是我要假装好像我没有考，所以我一样就是该交的 deadline 还是要准时交，然后我该写的东西还是要准时写完，所以证照的那一段时间非常非常的痛苦，它是一直牵扯到我第4次的会议，因为第四次的会议是6月21号，可是我证照也只有考到6月18号，然后6月21号就其实也才几天而已，然后我又去哥本哈根，所以其实就是我妈听到这里以后不会觉得我一直都在玩，但其实我都还是有交东西出去，就只是我只是想要为自己安排一个就是放松的行程，但同时因为老师不知道，所以我一定要做好这一件事情这样。对，维也纳那个时候，就如果你们看上一支影片的话，其实5月31号到6月30号的这3场啊，就是我的老师都是要我提前交 draft， 就是他原本要我交的时间跟他提前的时间会差7天，就是差1周。然后我也这样的时候是特别赶礼拜，所以就变成说，你知道那一个礼拜的东西都要全部写完。然后之前考证照的话，你都还在家就没关系，你就是熬夜嘛，或是你早起写。可是维也纳我就是已经出去玩了，所以我就背着我的电脑出发，所以你才会看到就是那些画面。那一天写的 draft 也是我的老师觉得最好的 version， 所以我觉得说是不是因为就是压力使然，不知道。大概就是今天就是7月18号，所以就是总共6场。我刚刚把我的头发弄湿，然后我现在要来
剪头发，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剪到这边吧，就至少这一段都不要。先给大家看一下，对焦。好，反正就是这是我刚刚剪的，然后原本的长度是在，天哪，不对焦，它就会剪跟这边一样长度，然后就再修一下，应该就可以了。我只会剪齐而已，就是，对，我每次都是剪齐。我的头发，我们看一下我昨天的杰作，就是我昨天洗完头，然后今天早上用电卷棒烫起来，就大概是长这个样子，就是这样。说这样子的长度啊，其实烫起来的话可以从就是最上面就是油卷，但是因为就是电卷棒它可以就是烫的位置比较没有办法到很高，所以大概就是这样。但是我觉得这个长度就是很适合去给人家烫那种就是这种卷，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是我已经很努力了，行吗？我自己觉得还可以啦，因为毕竟就是如果在这里剪头发的话，大概花一两千两三千，然后你不一定是剪到你喜欢的长度，如果要去给别人用头发还要等很久，所以不如就是自己先剪，然后反正之后还是会留长。就我就不知道说别人拍我的背你的头发会是长得多可怕，但是反正现在我看起来就是还满意啦，对，就是这样啦。12:30，我最近呢都在家里修论文，就是其实日子还过得还蛮无聊的。最近唯一生活的动力吧，就是我让你们投票食谱的短片，真的帮助我超多的。你们知道，就是写论文，然后你要改东西，其实真的很烦。之前重写那两三遍真的超烦的，剪短片给你们看，也让我自己不要偷懒，然后也刚好可以留一些回忆在我现在这个厨房这样。好啦，那我现在有一点打算出门，但是我刚刚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呢，外面的云直接飘。在那之前呢，想要跟你们一起开箱爱丁堡新的那个衣服，这里一个，然后我也不知道说为什么这个衣服呢，它是爱丁堡新的一款，就是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学院然后买衣服。我知道剑桥跟牛津他们本来就有分学院的衣服，但是爱丁堡就一直都没有，所以今年他们就推出了这款，是有点像是客制化吧，短袖、长袖或是帽 T。每次在买就是学校的衣服，它其实单价都有点高。用一种信念，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我最后一个学校，所以每次我想到这里我就会买。好，一起来开。对了，他们每一个啊，就是短袖、长袖跟帽 T 全部都是这个颜色，就是爱丁堡的招牌色。我有帽 T， 有短袖了，对，所以我买的是长袖这样。它的这个印花啊，给你们看，还是我有一件，我很怕它会褪色，因为那个电脑的已经退了，我不知道什么要退，所以其实我每次对于这种就是学校的 logo 印花都有点。就是害怕，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就只是没有到我的标准，但是还行啦。然后厚度的话，我觉得这就是反正这里很快就会穿到了，就是它是刷毛的一件很简单的卫衣。好，云还没散，而且还可能会下雨。我要直接跟你们开这个，我终于买到它了。就是像刚刚影片里面你们看到的一样，它一般的大小就是那么的大盒，但是我的冷冻根本就没办法放那么大，一定要买这种 mini selection。 然后这个有两个口味，一个是这个是综合版，然后另外一个是只有牛奶，然后跟另外一个是蜂蜜的，但是那个口味的话我觉得更难买到。打开的话它就是四个口味这样。这是我最喜欢的巧克力口味，我超爱这个，超级好吃。然后牛奶就是非常经典的。再来的话是，我觉得它的草莓也很不错，把它摆着。草莓，然后还有这个是薄荷的，对，那它里面本身就有附汤匙，就这样。
然后它真的很好吃，大家我非常推荐，因为这只有苏格兰有。找到一株这个有下面这个，就是可以把它这样子插下去，这样好看吗？好啦，我尽力了啦。今天中午的光好棒，还行吧。刚撒那个 basil 就是那个罗勒，感觉很厉害。来，顺便喝这个，我已经喝遍所有超市的 smoothie 了，非常有心得。现在是差不多下午一点，然后我现在呢要搭车去小普罗旺斯，就是反正爱丁堡这边有那个整片的薰衣草，然后现在是薰衣草的季节，只是因为没办法到法国嘛，然后所以就决定搭公车去。然后那个地方超级的远，但你说它真的到超级不方便的话，好像也没有，就是把它看成跟当初我去 San Andrew 然后或者是比较偏远的小镇那种感觉，都会经过那种电脑桌布的景，然后才会到这样。我刚刚用的那个防晒，我想要跟你们推荐，就是我其实找超久的那个防晒，是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很怕很黏的东西，然后防晒就是一个很容易很黏的一个品项。但是就是我在台湾的时候就开始用那个 The Body Shop， 这不是业配哦，只是想要分享现在很优惠，防晒没了。然后我昨天就去 The Body Shop 看，就他现在买一送一耶，我觉得超级无敌划算的。然后重点是我刚刚不是说很黏吗？这个是水的，然后觉得超棒。反正我已经用它用很多年了，就是最近英国的那个防晒啊，因为现在也越来越热嘛。然后只是觉得说，就是如果你也在找防晒，或者你没有看到喜欢的防晒的话，我自己很推这个。然后是防晒的品项都买一送一，就觉得很划算。好啦，那就一起去薰衣草，希望我不会晕车。先借厕所就对了。粉红色吧？为什么是紫色啊？那我想是 lavender 的味道。好像看到一点希望哦。